Hello， 大家好，今天松哥松嫂来到这个好像一个堆田区的地方。其实呢这里并不是堆田区来的，在 List 呢会有很多的 Recycling Center， 当你在家不能够 Recycle 的一些东西，有些什么是可以 Recycle 先讲讲，譬如一般的纸啊、铝罐啊、玻璃樽啊、胶樽啊，这些我们在香港都可以回收的。咁但除此以外，啲家電啊，因為呢邊咧係冇一個機構叫做綠在列斯噶，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嘅小家電啦、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家私要抌咧，係唔能夠就咁掉出街啦，或者係掉落去一個嘅垃圾站嗰度，就要嚟到呢啲專用嘅 recycling center 啦。咁所以咧，我哋睇睇今日我哋會搬咗啲乜嘢嚟先。咁你會見到有發泡膠啦，有一個好大嘅垃圾桶嘅膠桶啦，呢啲都係唔能夠放喺即係你屋企附近嘅嗰個黑色或者係綠色嘅回收桶入面嘅。咁另外咧，仲幫我哋嘅鄰居搬咗張凳過嚟抌啦。咁呢啲咧，我哋就會一一咧分落去陣間後面有唔同嘅區，佢就會回收唔同類型嘅廢物。咁我哋就會一一放落去，又會有專人啦，再進行進一步嘅回收或者係棄置嘅。好，回收玻璃 glass 啊，前面有呢个桶度。